石头，然后河村呢还有金口关闭前面啊，建立各种的西索，然后来做这个工作。那过去没有这样的这个推动，那这个是第一次啊，我们尝试着来做的哦。所以干部的管理人是谁？还有奖学金的干部是谁？然后比如缺矿的，还有竞赛的，各种技术证照，这些当然学校你要先分配好，到底谁要处理这件事情，就是整个在系统导入过程当中，你必须要做这件事。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哦，还有除了刚才这些技术之外哦，还有一个就是毕业资格的审查，就是说，因为这是一个选课系统嘛，所以你要告诉学生。你现在你毕业的状况是什么？包括你所修的学分数，你缺了多少学分？你缺了哪些学分？